我是小罐头，今天我要读二上的课文第十二课。十二，去农场玩。作者林荣晴。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妈妈带我去农场玩。走进农场，草原上有成群的羊，有的低着头静静地吃草，有的抬起头，好像在和我打招呼。近看，大大小小的羊像一堆堆棉花，远看，白白的羊走在绿绿的草地上，美得像风景画。忽然，我听见一只小羊咩咩咩地叫了起来，我向它挥挥手，没想到它急忙地跑开了。我好想陪小羊一起玩，也想多看看农场的景色，但是天色慢慢黑了，我只好远远地向小羊说再见。回家后，我跟爸爸分享着美好的一天，我们说好下次放假时再去找小羊玩。